chance, that's a little girl in the arms of someone new. As you dance, as you twirl, my heart it dances with you. Dance, dance on, little girl. Tell me what I've done wrong. Why should he hold you tight while they're playing our song? Every man has a flaming star, a flaming star over his shoulder. And when a man sees his flaming star, he knows his time has come. Flaming star, don't shine on me, flaming star. Flaming star, keep behind me, flaming star. There's a lot of living I gotta do. Give me time to make a few dreams come true. Flaming star, flaming star. When I ride, I feel that flaming star over my shoulder. And so I ride in front of that flaming star, never looking around, never looking around. Flaming star, don't shine on me, flaming star. Flaming star, keep behind me, flaming star. There's a lot of living I gotta do. Give me time to make a few dreams come true. Flaming star, flaming star. One fine day I'll see that flaming star over my shoulder. And when I see that old flaming star, I'll know my time has come. Flaming star, don't shine on me, flaming star. Flaming star, keep behind me, flaming star. There's a lot of give me time to make a few dreams come true. Flaming star. 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This brave, this golden land to me. And when the morning sun reveals her hills and plains, I see a land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So take my hand and walk this land with me, and walk this lovely land with me. Though I am just a man, when you are by my side,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With the help of God, I know I can be strong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If I must fight, I'll fight to make this land our own. Until that same roa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那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后方给养的军需仓库。那么在这军需仓库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少尉啊。那么大家知道美国人呢，他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白天工作以后呢晚上呢就是到酒吧里面去，军队他专门提供你不能乱跑啊，就怕出事情。那么在酒吧里工作的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服务生，一个服务员啊，就是这个杰尼妈妈。结果呢，两个人就相爱了。在这个地方，在1920大战那个时候，一个白人的女孩子喜欢上一个华人，一个有色人种，这是绝对的，绝对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怎么样呢？他的妈妈爸爸不同意，啊，他的哥哥两个哥哥也不同意啊，因为他在家里他最小，这杰尼最小。所以他这个时候正好在调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二次大战快结束了啊，那么在调房的时候呢，这个杰尼就毅然跟着这个小伙子走了，然后退伍以后呢，回到了旧金山。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啊，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然后呢，我一听他跟我讲，我说你想回家吗？啊，他看了看我，没说话。他就回头跟那个小保姆再讲了几句话，讲了几句话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眼睛在就红了。他说：“查理，你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我说：“你有电话吗？”他说：“我有哥哥的电话。”他们几次电话更改，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电话改的时候呢，只是加前面加号码或者后面加号码，但是那个号码还是对的。啊，我说好啊，我帮你打这个电话。我就拿起电话给他打，因为我就朝着那边。啊，转到那边去打。打完电话以后，这是一个很浑厚的一个男中音啊，就是一听就老，一年纪比较大的，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旧金山的一家旅行社。我说你认不认识杰尼？他不说话。过一会儿呢，又一个人接电话，啊，他说我们认识，她是我妹妹。我说你想见她吗？他说你们在哪？我说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20分钟到 Billings。这时候就听着里面在哭，他们从那个时候一刻再也没有见过面。然后呢，但是我都悄悄的，我不能，因为我怕那边拒绝伤害到老妈妈啊。我说你等一下，我就跟那经理我说他们愿意见你。然后这个经理就说就不说话了，他没法说。我说 OK， 我们可以。然后那个他说你们，我说在哪儿见比较方便？我说这样吧，我们过了 Billings 有一个那个 Flying J。就是那个大 truck 卡车商业的加油站。我说你知道那个 Flying J 吗？他说知道啊。好，我说那好啊。这个时候我们车上客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只是跟他在讲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妈妈就坐吧，哎呀还有多久？我说这是你的故乡。我说你看这房子还一样吗？一样，还是那个样子啊，还是那个样子。那时候他已经就控制不住了。这时候我就拿起麦克风回过头来跟大家讲，哇，全车人激动得不得了。这时候有一个旧金山的，在旧金山住的一个老妈妈，拿起一个兜，拿起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像那个布兜包一样。他说各位，就是他怎么说的那句话，就是他用广东话我能听懂大概，就是说各位朋友啊，我们都是来自于旧金山啊，这个妈妈呢今天就要回家了，也就是说要回婆家。我们在旧金山啊，我们把在旧金山带来的东西没有打包的都装起来送给她。开始就他就哗收了很多东西。完那个老杰尼妈妈问我他们要干什么，我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那为什么？我说你还不知道吗？你跟中国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你要回婆家啊？你回娘家，你要回娘家，你要回娘家。哦，这个他就控制，站起来以后就哭，就开始用广东话跟他讲这些道谢，就哭开始。这时候我们大家就期待着这个这什么这个 Flying J 啊，他有多远会到？我这个时候呢，在想了好多事情。首先第一，他们见面了以后怎么办？啊，我们是要等他，因为这毕竟还是我们的行程。第二呢，我说了，我们这件事儿啊，要不要跟公司先说一下？啊，后来呢，我一想还是这样，我就问杰尼，我说，如果你哥哥啊骗完你以后，让你住下来，你要不要住？他说我要住。我说这样，我给公司打电话，你住下来，下个团或者在，反正每个星期这一天我们都有车过来。啊，然后呢，提前给我们公司打，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接你回去，好不好？好。这个时候，这个小保姆就懵了，他啊，为什么会？他听不懂，他为什么要下车？后面这边有一个先生也是广东，就跟他哇哇跟他讲，拿广东话来讲，啊，为什么不行啊？我说什么不行？你坐下，我就给他坐下来啊。然后呢，这 bus 就哗哗就开。这时候一会儿呢，那个一会儿我们回去告诉大家，那个 Flying J， 啊，那个到了。就是这已经他就按捺不住了啊！我就手握着他的手，那手使劲抓着我，刚一转进去，就看见两个美国白的苍老的老人，那是都比他都大，在那眺望着等着这个大巴士啊！一巴士一到，两个人就想根本就没有，就车还没得停稳呢，就扑到这个门上，我就抓着这个门，我怕他下去啊！这门一开的一瞬间啊，我们车上有个小伙子嗖就跑下去，拿相机就开始啪啪啪在那照。全车人全哭了，没有一个不哭啊！那个感太感人了。然后下去以后，他们兄妹三个兄这个兄弟，这个、兄妹三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哎呦我天哪，那简直是啊！然后后来他的哥哥跟我讲，我说这样，你如果呢，就说方便的话，啊，我们可以让他留下来，因为我们后面的行程呢，已经黄石公园玩完了，我们后面行程就往回走。下个星期，每个星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在九月底之前都可以，啊，那时候是八月份。然后他就把他接走啊，就接走。这时候全车人在走，把这东西包，哎呀，三大包东西全送给他了，全送了。所以那件事永远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啊，你像他那个年代能有这个勇气冲破这种世俗的束缚啊，所以我跟杰尼，我说你真勇敢，我说我现在就是太年轻了，我如果生那时候我一定娶你。杰尼妈妈就抱着我亲了一口啊，我说真的是这样，我说真的是这样，我说那然后他说他先生他们家对他特别好，怎么回事呢？先生在一年，就是在他2001就是2000年时候去世了，去世以后呢，先生家里特意从广东找了一个人来伺候他，然后他在旧金山做就是做一些很多的社区的有意义的活动，因为他的英文好啊。但是我后来听说在2003年他去世了。2003年他去世啊，那个老妈妈的已经，所以这个非常，我就后悔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很忙，我的工作家里反正都很忙，就没有时间把这一段东西整理一下。如果整理一下，真的，我后来去找，很多人不知道，啊，他说的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个毕竟旧金山还是很大啊，还是很大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件故事呢，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不能是 bus 啊，这个 bus 真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课堂。在这上面呢，大家真的是见到很多，我好多的东西都是什么在车上啊，向这些在座的客人们是这朋友们，就是我们的旅客们学的很多的地质学方面的东西。我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他退休以后我们第一次去大峡谷，那是带他。那么后来接回来不是我接的，后来接回来的是我们另外一个啊，因为我在另外一个船上接回来，然后一上车呢，这个妈妈就每人发一份礼物，这帮人发懵了，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啊。啊，好了，大家看前面那个一个白那个 Flying J 啊，那个白色的牌子，在右手边。因为呢，那个车一转下去啊，我一看见那两个人，肯定是的，因为长得还像。她年轻时候非常漂亮，一定的。那个还有那个美人鼻子那个胡子呢，很漂亮。好，大家看那边，看完了 ，Flying J， 就从这个口出去，从Junction Line出去啊。出去以后呢，他绕过去，这边都是卡车嘛，对不对？
然后绕过去正面那边就是他的那个有一个就是上洗手间什么就在前面那地方啊，就那地方，我那把车门出去转过来右转转到这儿，就这个。祝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渴望分秒与你在一起。祝我愿不惜代价放弃我权利，到火牺牲我生命，哪怕海枯石烂天地飞去我真情不语，主这是我与你约定，主我愿放弃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
生命只为了你。主，我愿付出所有来服侍你，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与你分离，只因爱的代价已付。